ご覧の番組はシアオシー自動車からお送りします。ご覧のスポンサーでお送りしています。Hello， 大家好，欢迎收看这一期的老师推车。今天要推的这台车，这台需要推吗？大家这不是拍过了吗？永出刚哦，一台啊，对吧？可是还比较不一样哦，来到现场的是这个2021年的 Focus ST Line 九女龙某版，好不好？没有，这龙某而已哈，龙某版小师第一次买哦。那我也是想要看一下说开起来跟一般版到底有什么不一样。我们今天来到现场这台哦，它是2021年的2月出厂，2月领牌，所以等于才开了三个多月的车子。然后它现在里程是3000公里，所以我们绝对可以用100%新车的眼光来欣赏这一台车。好像看起来都一样，对不对？它当时这个 ST Line 就是它有这个 ST Line 的专属大包，包含蜂巢式水箱护罩，包含它的下巴。哦，那我记得没错 ，Lomo 版好像它的雷达比较多颗哦，铝圈是这个23540/18的铝圈，它这个双色切削式的，也支援哈、哦、触碰启闭。哦，上面有一条一条的，就是有支援摸门。然后后面呢，它是也是 ST Line 的专属后下巴，然后它有这个单边双出的尾管。好、哦、啊，其他应该都一样啊。啊，还有一个 B&O 的这个重低音。那据说它的功率比较大，而且它是什么环绕式的重低音，好像675瓦吧，好不好？我从小到大有没有？我一直都搞不清楚啊，到底是瓦这个单位，你懂吗？你能理解吗？反正哦，小时候就好像越大越屌，所以我们也搞不清楚啦。然后这个，你、欸、看，我就说了嘛。四排要找个位置给它放，才不会离离楼楼，有没有？没错吧？哎、欸，它这后座平不平啊？看呐、啊，你们看新车都要看平不平，我给你们看平不平。它从前面翻嘛？对啊，后面没有拉比啊，不平啊，对不对？我觉得有点奇怪啦，因为我去查数据有没有，它应该前座是没有电动椅才对啊。可是我这有电动椅，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这个专业的网友会回复我们。双区恒温系统，后座 ISOFIX 啊、哦，啊，这个 Apple CarPlay Enjoy Auto 哈、哦，啊，妈的，该有的差不多都这样子。啊，这个车要叫什么？哎，我们看一下 GoR8 的有没有原厂品质，以卵击石，要不要？我们是没有那个酷谁去拆空啊，好不好？因为我觉得东西拆过就松松的嘛，就跟阿呆交到女朋友一样。哎，看我跟你讲，有一个女的啊，生完小孩有没有？然后她觉得下面太大。然后他就去找妇产科医生，哦，医生，我下面我想要做这个紧实手术，因为真的太大。医生说，看到我洗医生呢，多大我没看过。好，那来我看一下，哎，一看，哇，真的蛮大的哎，哇，真的蛮大的哎，哇，真的蛮大的哎。说了三次，那女人说，哎，医生啊，大就大，你有必要说三次吗？那、啊、医生说没有，我只说一次，那回音。哇，你啊，假死人。啊，哎，我为什么讲到这边？狗啊，狗啊。为什么讲狗啊会讲到蛮大的啊、哦？拆过啦，拆过会松松的啦，对啦，好不好？所以阿呆，你要快找一个女朋友啦。你多一天没交女朋友，你的女朋友就被人家多处理一天，好不好？你现在快点找了啦，要不然妈的完蛋了啦，被处理很多天啦，你知道吗？快找啊！哦，你看我这台车回来哦，还没有美容，完全就是新车。哦，你看他妈每个地方都发亮，你看这个，我们跟观众朋友呛说，我们买新车回来，他们也不会怀疑。狗啊咧，我来看一下狗啊。我跟你讲好不好？现在新的 Focus 它的制造模式啊，它已经完全排除掉旧有的那种制造方法了。它几乎，你知道，姐姐她老公，它几乎已经不太打胶了哦。你去看哦，以前哦，防火墙的这个转角打最多胶的地方，它几乎没有打胶，它全部都用这个点焊的方式。它以前这边都会打很多胶，现在都没有胶了。有没有？这边都没有胶了。以前这边啊，侧面啊，打一大堆胶，它现在全部都是焊点。焊点。哎、欸，你干嘛？你要想讲谐音梗？妈烂烂东西，我不会再讲那个烂东西了，好不好？它不打胶，我觉得就是对它的烤漆跟这个钣金的材料非常有信心。我之前有教过大家，它会去打胶是为了要怕那个水停留在交接处造成生锈，对不对？可是它既然有信心不打胶，就代表什么？小朋友起打胶啊，不是讲过了，他妈烂给人家讲过了啊！他有信心不打胶，就是对他自己的这个烤漆跟钣金的品质很有信心。那这双面刃啊，好、啊、会不会开久就生锈？哦，不晓得。好不好？所以我觉得时代在进步啦，像我们在这一行20年哦、喔，真的看它的制造方式一直在变化。包含以前的，我刚刚我以前分享过，以前的水箱架都用点焊的，现在水箱架都用锁的，都做钢管而已。我发现它的高音喇叭有没有？它的高音喇叭是坐在跟中控台是坐一体的，在这里有没有？它有别于有一些坐在 A 柱上啊，或者是坐在这个后视镜的这个覆盖这边。它这个方向盘是它的粗度是我觉得是我很喜欢的啊，因为我不是哎咔咔短机而已啊，我手也蛮大的啊。我跟你讲，我这个手哦，只要一手掌握就大概是膝罩杯啊。
掌握不住就是以上 up， 这样就大概就知道了。好吧，更厉害是目测，你有办法目测吗？应该不行哦。现在不行了，现在大家他妈电到他妈的不像话。好，现在可能目测不出来了。照配备来讲是真的很好啦，而且啊，它的焊点是真的让你看到很多。你看哦，这个门的侧面的焊点多多，这边全部都焊点，有能焊的就焊了啦。你看这侧面。我以前在估车哈，很少看到这焊点有这么多的。像一般以前我们在看焊点多少，哦，哎、欸，这没减呢，我就把你开包嘞，开包嘞，有没有？它这焊点其实不算密哦，可是你看它打得很深哦，它不是那个浅浅的焊点哦。为什么卖车你知道吗？未看先猜，很多人在下面留言啊，干钱啊，疫情没钱啊，喂喂，有没有？我跟你讲，这车主是因为多买一台车，阴错阳差多买一台车。他本来哦，他在南部跟北部两地工作，他本来想要这台车买放在北部，他有上来北部工作，他就可以开。殊不知，不知道是哪个亲戚又给他一台车，所以他就这台变多的。好、哦，他各方考量之下，他卖这台，留亲戚那台进口车。开三个月多都卖3000公里，先跟大家讲，不要再留言了，不要再酸了，好不好？不是全世界都那么穷，我也很穷啦，好不好？我不是啊，我们这个很直接嘛，啊，缺钱我就跟你讲缺钱卖的啊，可是就不是啊，要不然这个卖车的观众朋友也会看我们影片、欸，对不对？啊，卖一台车被人家讲的好像他妈的全家都快跑路一样，感觉很差，对不对？我跟你讲内装哦，其实就像我讲的一样，其实我不太会去嫌说什么塑胶感，因为我跟你讲啊，你差不多花这一些钱，就差不多就是这种塑胶感。我觉得你有些重点要抓住，我不管说我的口味是不是大家的口味了，好不好？大家也可以留言分享一下，看是不是你的口味。我觉得很简单嘛，你给我黑色的天棚哦，黑色的饰板，中控的饰板，然后你给我一个黑色钢琴烤漆啦，或者像这种那种仿卡梦的这种烤漆啊，钢琴烤漆我觉得都 OK。然后你看它中控做黑色，类似这个法丝纹的这种感觉有没有、嗯？我觉得这样就 OK 啦。那黑色的这个也是塑胶，但是它假装车的红线，再搭配它的椅子的配色、方向盘的配色，我觉得整体看起来也 OK 啊。以车来讲，一黑遮三丑，你知道吗？什么东西都把它喷黑，我跟你讲都没关系的。我跟你讲，像你铝圈受伤有没有？很多刮伤有没有？你就把它喷雾黑。我是不知道。他这一次这种设计是国外设计还是哪里设计，我是不晓得。但我觉得一台国民房车就是给你简简单单的就好了，好不好？啊，剩下的当然是妥善率的问题。而且啊，我觉得他这一代啊，我觉得他蛮多细节，我觉得都做得不错。比如说，你看他这个扶手下面的置物盒有做绒毛，对不对？嗯，大部分都没有吧？哦，比如说我上次有俄勒库嘎的地方，就是他的门框上面也有做绒毛。门板下缘它有增加这个一条胶条，在抑制风声的胶条，对吧？这一炸弹弄下去，进化论杯灯还打明天啊，没错吧？刚才你原厂偷掉没有，我才要买回来装啊。我觉得这个算蛮细节的东西啊，所以为什么人家这次产品会卖得蛮成功的？我觉得也不是没有原因啊，对不对？那剩下我觉得妥善率的问题就是要时间来证明了嘛。然后啊，对吼，我跟你讲。像这一种接近新车的价格，我等一下会跟大家分享价格啦。可是我觉得是这样啊，第一个不用等车嘛，你今天买明天就闲车了，这第一个嘛，原厂也在保固啊。好，那再来一个隔热纸，包含前挡也全部都帮你贴好了，它前后镜头行车记录器也装好了，哎，后镜头在这，这个也是用2个月的机子而已啊，对吧？保护期也是差2个月而已啊。好，所以基本上很多东西它都可以用这个接近新车的一个眼光下去看下去买，至于折多少钱，等一下车上跟大家分享。好不好啊？你觉得合不合理，划不划算，便宜不便宜，你自己决定，好不好？我也是第一次买，所以这个价格，等一下再说。好，走。哎，阿丹，你看，我老婆，哦，不是，无线充电呢？有在充对啊，真的有在充哎。我去买那个苹果的，有那个，因为很多壳有没有挡住以后就不能充电，应该都可以充吧？你如果一般的壳隔着不一定哦。是吗？对，我试试看。真的没有、啊？不行啦、啊、你这个给人家加壳，后面还加黑人名牌，这个一定是不行的。拔掉应该就可以了吧？我以为我这黑人名牌，我这绝缘的呢，这只会增加异性缘而已啊，好不好？是吗？有没有看到？你看我老婆穿泳装多漂亮，有没有？看人家求生意志强吧。可以的。那因为我觉得一般的我已经开过了哦，所以我今天就直接 sport 按下去。啊、上次有观众朋友问我说啊，转音量转错转到这个会不会怎样？干啊，你试试看，我是不敢试啊。干，你去看梗图就好了啊，梗图那个一转就翻车，有没有？
可是行进中应该转不进去吧？敢啊，你敢试啊、喔？我是不敢啊，我真的没办法，我哭水哭啊，我也不敢开玩笑，好不好？有没有人要帮忙这个发文去福特问一下，说这样到底会不会怎样？这个差一个没有天窗啊，啊，天窗对每个人的需求就需求度不太一样。我当然是喜欢天窗啊，因为像我们现在这样光线不太好，拍摄它就可以透光。以前小时候看很多汽车杂志，有没有都很羡慕车子要有天窗？我从小就觉得车子一定要有天窗，因为以前天窗对于车来讲是一个这个算是比较高阶的一个配备，所以有的话就觉得哇，这车好棒。那有时候都是一个氛围嘛，大部分的那个车子都是在哇美丽的森林的这个高速道路上啊，海边啊。所以你自然而然就会觉得哇，开着天窗开在那种道路上哦，打开天窗很舒服，吹风哦，要不敢啊，这唱很多次了，不要再唱了啊、哦，就会被那种汽车杂志的那种氛围影响，就觉得说哇，以后我一定要有天窗，对不对？浪漫，有些广告有没有去买一只很大只的长颈鹿放在车上，天窗打开，长颈鹿头伸出来，哇，人家那个有没有很嘻哈的感觉？我以前还在路上看过什么，你知道吗？开敞篷车有没有？哇，女的在旁边拿一串那个气球，然后就这样拿着，然后气球就一直往后飞啊，车在开这样。干的啊，有没有移花？太浮夸了吧？对，看着移花，人家拍婚纱，你知道吗？超移花的好不好？哎、欸，他这个有车道偏移的那个吗？辅助吗？有，要按。要按哪里？那个方向盘左边的右上角那个，你要再按一下。按一下。哎呦，加速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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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开始动啊？因为他在扫路牌啊。是他动吗？不是，我的手机在动。不是，是他在动。欸，他这个 1500cc 涡轮增压做到182匹，我他妈，我那一台218才150匹耶，哦，所以这个是实在是这个引擎科技也是还蛮厉害的。我觉得哦，他这个开起来啊，轮噪声有点大。他这个原厂又新胎，干，他这个已经没话讲了吧？他真的轰隆轰隆的。不过风切声真的是很棒，没有风切声。没有风切声。哇，这悬吊也是还不错。那高速公路开起来真的是蛮舒服，滑不溜丢的。其实福特一直很难被定位说是哪一国的车，你知道吗？因为它这集团就是入股了很多的车子啊，不管是东南亚的啊，还是那个欧洲的啊，美国的啊，所以其实福特它的产线遍布全球，有时候它的车哦，你很难去定位它到底是美国路线的还是欧洲路线。你像以前它，我印象没错的话，它的 Mondeo 的车系就是在德国的。一些比较大台的有没有？像我们以前我们买那种什么金牛座那种有没有？那就是美系的。他们因为这个产品线不一样，其实做出来的东西哦，整个个性都完全是不一样，调性完全都不一样。它不会有那种传承感觉，你知道吗？就是哎、欸，福特的车哦，内装就都是哦，比如说都差不多是这样。它不会啊，可能在美规的车都是这个样子，可是在这个欧系的就大概都是那个样子，感觉像不一样的公司做的车子。我现在是标准模式啊。我觉得我在降档的时候，它会有点，就是把你的转速咬住的那种小小的一个顿挫感。回油的时候，哎，我是真的很认真在试这台车，因为我想要尽力的去抓出它的毛病，毛病对缺点啊，缺点。不然妈的，要讲说干小事吗？哇，干啊，说推自己的车什么小的，哇，什么东西就好，他妈的好棒棒，好棒棒，三尼老师好棒棒，我说陈三尼老师好棒棒。不过我觉得有点吹毛求疵啊。事实上，整体上面，你习惯它的那个回油模式的话，基本上就还 OK。这个哈、哦，我跟你讲，现在新车哦，以目前我们拍摄的时间来看，其实新车已经没有缺。那最近哈、哦，这个因为疫情的关系嘛，那全世界都在缺晶片，我新闻都一直在讲，对不对？现在新车它基本上之前不是什么啊，美盟成真有没有？哦，那些版本基本上那都没做了。他把所有的晶片拿来都投入到这个 Duny Low 模板，所以你现在去新车基本上你买不太到减配的 Duny Low 模板，现在是没有缺车的状态，就是你随时买就直接可以配车准备交车。所以我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 I feel so sad， 因为代表什么？看啊，没有缺车，我们这个价钱上面哦，就可能要必须要有一点点的这个吸引人嘛，要不然人家就不会来买啦。所以哈、哦，有时候哈、哦，我们收这一种很新的车子哈、哦，其实就是会有这种危险风险性。你会依照新车整个产线的，还有它的折扣的状况哈、哦，会影响到我们的利润，甚至哈、哦，有时候赚不到钱都有可能。打平哦？不知道，有可能赚不到钱啊。打平就算运气还不错了，好不好？好了，我要上去了，要帮我看有没有摆摊呢？我想，哎、欸，最近因为疫情，你有发现酒测变很少，因为啊，它测这样酒驾很危险嘛，对不对？
还有一个，干，现在哪里可以喝酒？你现在有办法找到海产摊喝酒吗？那八大海都没开了啊，所以其实酒驾也蛮少了吧。好，我来试一下他的快播换挡，第四、第三。哦，他刚刚觉得我转速太高，自己又帮我跳回第四哦。他这个有一个保护装置，哎、欸、妈，顺到不得了啊！他这个悬吊其实普通速度不太快的时候，支撑性你觉得还不错，对不对？就是有那种运动感。可是坦白说，你当你速度快一点的时候啊，那个侧倾很严重，整个会沉下去，行程蛮长。但你普通像这种正常的路面，你再开啊，其实都还蛮够的。这是我刚感觉到的，但其实已经算是嘛很流利的车子。它这个我记得轴距大概2.7米吧，它轴距其实算蛮长的。但我是不知道，坦白说啦，多连杆的威力到底是怎样，我是不晓得。因为其实我没有把前一代开快一点过，所以其实我也不知道它这个进步到底多不多。有没有？你看像这种其实会有点怕哦，因为它在过弯的时候动态是不稳定的。刚刚这个路又不平嘛，所以你在有一点速度过弯的时候又带弹跳的时候，你会觉得有一点快抓不住的感觉，啊又有怕怕。好啦，他这个我跟你讲，也有人留言嘛，说我们又是每个人都回来陪车的，对不对？我相信如果说有开这个车子的观众朋友啊，相信很多他如果对于这个汽车速度上面操控上面有一个需求的人啊，我相信很多应该都已经去换避震器了，我猜啦。对啊，我是不知道每个人出来有没有妈的进兵都被玩命关头酒，讲玩命关头酒，他最近不是他对岸被抵制有没有？然后你知道那个江西南有没有？不是有出来吗？江西南的中文名字是什么？你知道吗？赵喜娜，哎，为什么不叫江西南就好了？他为什么要叫自己赵喜娜？为什么要姓赵？哎、欸，不过我觉得今天这个 SEI 整体哦，开起来还不错啦。以他这个价钱来说，真的是超值啊！我相信观众朋友是白痴啊，他卖那么多，那、欸、一定是他们也看得懂，好不好？啊，对，当时哦，不是 Romo 版是899嘛，然后 Romo 版是929嘛，大概差3万。那差3万又差了我们刚刚讲的一些悬吊啊配备啊什么，所以应该是再怎么样大家应该都会买929的吧。好、哦、所以这个也没有什么悬念啊，所以他把所有晶片都拿来做929的，我觉得也是合情合理。他这个会让我想要认真的去试一下他的悬吊，他的引擎开起来整个感觉。我已经那个认真完了哦，这个车就是如果你不想要放弃你的人生太多的话，你可以做一个选择，要不然你可以去买那个这个车跟那个车。像今天有一个打电话给我，我说啊，那你现在开什么车？他说我现在开这个放弃人生二号。我说二号是什么？他说啊，一号是 Vios， 二号是 Artis。好，每个人都觉得这个放弃人生系列形容的非常贴切，所以你如果是没有这么想放弃人生，然后再加上说，其实这个车它的定位就很明确啊。你想要开进口车，你又怕进口车修得很贵，可是你又不想要去选一些所谓比较平价的那些日系的国产车，因为你觉得安全性又不够，所以在这个时候呢，这个 Focus 的出现，那刚好就让你选到一个中间点，享受到这个整体的安全性，但是呢，你又不用花进口车的那种保修的高花费。阿呆，你要不要问我说，如果这个车跟四代马上，我会选哪一台？你觉得我会选哪一台？这个吧，会选 Focus， 没有悬念啊，就选 Focus 啊。因为马三的引擎跟变速箱开起来真的没有那么有 happy 的感觉，我觉得那个课程不一样，马三感觉就是真的好像开那个车，我自己的感觉啦齁。但我觉得它开起来是稍微的让你觉得说，哎，我应该是比较业务性质啊，穿个潮一点啊，或是西装笔挺来开那个车，感觉跟它的那个车的设计氛围。好、哦，感觉比较接近，那这一种就感觉会比较像比较动感一点的，清楚了，刚刚潮汐品一种有不？啊他妈，这里还有一个罩子，就类似那种比较活泼一点，然后比较不拘小节一点哈、哦，就比较接近那种欧洲人那种比较大而化之、大拉拉那种热情的感觉。我觉得用这样的比喻，我觉得还蛮贴切。哇，一个 GoPro 在那边哦，哎、欸，其实我觉得它这个 A 柱蛮那个，再加上我的 GoPro。它、啊、这个 A 柱的视角蛮多的，你没有发现？对，我在转弯，我有发现，我在转弯，我一直在找那个，因为我在转弯当中，我有一些路径我真的看不到，我很怕会突然出现一个什么东西。好，我们不要说 GoPro， 这里真的就蛮粗的，好，所以它在视角上面的确是有一点点遮挡。哎，不过这个开山路是真的有趣的，跳档的逻辑也还蛮聪明的啊！我要分享价钱了。这个车哈、哦，当初新车92.9万，2021年2月出厂，然后只有开3个多月。
那我们跟客人收购的金额是765,000，好，765,000跟93万啊，就是差15万。好，我们跟新车差15万的价差，等于买了一台领牌新车，然后卖出来，不要说赚两成啊，这个70几万赚两成，14万加上去嘛，跟新车差不多价钱，一成我觉得也赚不到。你76万的一成是7万6呢，那你76,000加上76万，你等一下卖83万多呢，那新的才93万，这样才差10万呢，那新车会便宜一点呢。对啊，我是因为第一次买啊，坦白说齁，那第一年要叫车主了个20-30万，我相信他也了不太下去。那我觉得我常讲一句话啊，我花76万5买一台跑3000公里接近新车的车子回来，赏心悦目一下，测试一下，拍影片跟大家分享也不错。而且我觉得今天这个影片啊，我开过以后，我真的觉得这个车是一台可以买的车子，只是真的价钱要便宜一点，新车跟二手车都是，要不然我买起来齁，卖的我会胆战心惊，觉得很痛。所以我们应该会卖在8，我觉得还是会卖在80出头，好不好？跟大家分享啊，反正也不知道上片的时候卖掉了没有啊，对不对？还不错啊，那避震有点软，真的那个弹到苦秀以后有点可怕，浮起来的时候好像感觉要失控，可是又没有。我刚好几次觉得自己在一种失控的边缘，有几度吧？对，可是其实也还好，它有抓住，还是我自己太怕也有可能，因为我是属于开车比较谨慎型的，我有一点难突破自己的极限那种人，我会想要在自己能够 handle 的范围速度内来开这个车子，我不会去做那种超过我可以控制范围的那种事情，我是属于小心谨慎的个性。那女孩子无缘无故请我们去她家，有没有对我们示好，我都是选择是先怎样，先检查一下衣柜啊、厕所啊，哦，床底下有没有躲人，有没有藏人，对不对？不会轻易上当的，好不好？你看我们那个小猫，对不对？放个食物，放个诱捕笼，一进去啪，感觉是啪就被抓到了，哇，有个蠢啊，怎么都不确认一下啊？我是属于那种会确认再三的，好不好？小心谨慎的个性，那个有女孩子来跟我们示好，我们绝对不是那种随随便便的。那是她感应的吗？对她，哎，没有我踩的，可是她刚刚有感应，她紧急刹车，哎，所以这个东西是真的有用的哦。那就是喜欢我们的影片哦，这个多订阅，那我们这个多拍一些疫情片来让大家在防疫期间哦有片可以看啊，多分享一下，多留言，好不好？拜拜。像大家会不会觉得我很偏心啊？我好像觉得试到福特的车啊，试到 BMW 的车啊，都感觉好话比较多的感觉。BMW 我觉得有，因为我在剪320的时候，我已经把很多你讲的好话都剪掉了。哦，我觉得太多了。哦，啊，真的蛮不错的啊，很好开，欸。那已经没什么好闲的，干你要闲什么？可能大家听你先习惯了吧。不是，你要他妈什么都闲也不是办法，啊，你闲你会被他有时候又觉得很像在硬闲，你知道吗？硬要挑毛病的。对啊，干他人家妈女生奶大来就说哇乳晕太大我不喜欢，哇这个乳头干太长，妈硬闲何必硬闲呢？有没有一些朋友说别人的马子都觉得别人马子都不正很丑，啊，我要看别人哇，哦，那谁马子我干人家那腿太粗了啦，干那那个有小腹啊什么小的有没有？结果他妈某一天要吃饭啊唱歌哇带个妹出来干笑死，讲别人的都他妈的标准很高，啊自己带出来的干那阿妈美林那熊。对不对？所以不能硬闲，好不好？我们现在这个慢慢的调养我们自己的身心灵，多说一些好话，因为现在疫情吃紧，做好事说好话，好多这积点阴阴德，好积积阴阴德，然后来这个看有没有业配。ご覧のスポンサーでお送りしています。